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南投县政府配合着五倍券推出南投玩很大的活动，只要你在南投县来消费大米，都有机会抽现金大奖。上大奖是日月潭高级饭店，价值超过200,000的总统套房的大米券。从空中来看，日月潭的风景有够水，日月潭有真多乡亲真爱去。它的风景真的很漂亮。来日月潭很多次都没有机会来这里住，就想要试试看。现在想要去日月潭的饭店大，可能不用开那么多钱啊。南投县政府配合五倍券推出南投玩很大的活动，民众只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参加抽奖。除了每礼拜留现金以外，10月份开始更加推出加码的活动，咱乡亲有这个机会，会使得到价值200,000元的总统套房大房券。短短的一周呢，我们就已经有将近快500,000笔的登录，那超过1亿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金额，这个加码的部分哈，那我们这一次有云品提供这个总统级套房哈，这个西头的米提饭店跟清静的老鹰阁楼。唔，那每礼拜有10,000元的大房券会使留，一直到年底，甚至跨年阁有特别奖，上大的奖项有现金甲一台轿车，希望讲配合五倍券的热潮，会使吸引民众去南投观光。